欢迎收看《灰色地带》，别让真相不明不白。大家好，我是辉哥 ，A.K.A. 桃园周润发。大家好，我是卡特 ，A.K.A. 八的冯迪索。大家好，我是约瑟 ，A.K.A. 杜比吉奇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 yeah. 看看今天的教会非常的特别。Wow. 那我们来到龟山啊，荣耀神教会。Yeah. 这时候呢，我们一起来欢迎龟山的扛把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慧贤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慧贤 ，A.K.A. 孔刘 this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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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牧师服事的酸甜苦辣，哎呀，啊，你知道牧师这个行业或是这个身份很特别，对，那并不是像一般的上班族啊，啊，每天工作只要八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基本上牧师的身份是24小时一直不断的在牧养的许多的弟兄姐妹，那相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充满许许多多的累死。血泪史呀，血泪史。所以我想，今天我们就透过这样一个机会，我们来谈一谈牧者生命当中许多的趣事也好啊，趣事，有趣事，有趣的事，有趣的事。我想说，哪一个牧者怎么没有？还有一些，流眼泪的事情，流眼泪的，有点泪，有流眼泪，有那个暴富，哎不，就是腹肌，暴富。什么啦？什么不知道怎么接了哈？什么大笑？什么大笑？捧腹大笑啦，是不是？还是孔刘厉害？反正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啦，哈，各种事啦，都有啦，哈。是。那我们就慢慢一个一个来嘛，哈。好。那其实呢，每一个牧师都有在牧养的事上，哦，非常的认真嘛，对不对？那在牧养的事上，一定会碰到一些。很有趣的这些的弟兄姐妹，那有没有是在牧养当中比较好笑的事情？哦，慧贤哥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哇，话说在12年前，话说从历史，真的是有一段历史，中国民间故事。哦，那我牧养了一个50多岁的年轻人啊，50多岁。Yeah. 好，那一个过程真的是，那个过程真的是哇。很深刻，曲折吗？需要有点饮料。三位来宾，好，那因为呢，他是一个很爱酗酒的一位弟兄哦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就从我的教会这样经过，我们教会在1楼，然后直接面对的就是马路了。好，那有一天呢，我们晚上祷告会，8点多祷告会，他就从。我们教会这样经过，那时候正值选举， yeah. 他就参与了最棒的工作，叫做走路工，哦，因为只要走就有酒可以喝嘛，对对对，他要走过去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走过去，我约略看见，哦，有原住民这样， yeah. 我就这样，他最高纪录也是66步，那我就不得而知。哎，慧贤牧师，你是眼神有确认过才知道他是原住民啊？啊，对，哎，我是有那个有味道DNA 。哦，那他就这样走过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之后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种想法，我就给他招了手，招财猫的感觉。他很有酒喝哦，就这样招了他就这样看了一下之后，没有点头，就不见了。我就隔了1分钟之后就回来，哎，他就说我先跟我的老板报备一下，他就回到教会了。嗯，那刚好祷告会，他就心里面充满。渴慕，其实他以前是个基督徒，嗯，认识之后才知道他原来曾经读过神学院，但是没有毕业。哇，那厉害耶！对对对，那他就流失了，流离失所嘛。好，那因为在他的家旁边有一间教会，他从来没有经过。有一天，有一位传道人就去那里牧养，啊，那就是我。嗯，好，就跟他招手，他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跟我招手，他就进来了。后来他就在那一。天晚上我已经忘记讲什么，啊，最后我就说，你愿不愿意再重新回应神？嗯，他说我好想要改变，嗯，我真的很想要改变。他就开始有喝啊，他就直接醉圣灵充满，他就有喝，然后就很感动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服侍他，就服侍他的过程就说。你愿不愿意让你生命更新，嗯，哦，好让你里面的那个醉酒的灵可以出去，嗯，说我要我就奉主的名
醉酒的灵退去一看，他还没有出来。很真实的感受了，对，很真实这样。他说还没出来，还没出来。然后我又功力又加下去，这样我奉拿杀了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的名，那醉酒的灵立刻离开。他出不来，卡很深啊，卡很深啊，可以感受得到他真的很想要出来了。对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服侍他，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。他就服侍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这样渴慕，人家按手我，按手，对，主啊，哇，下腰的部分，主的名，哇，哇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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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是祝福他，祝福他，期待他有一天可以啊。这是一段过程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对，有一个牧师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在一个聚会当中，就为了那些比较年长的祷告，也是这样赶那个酗酒的灵啊。祷告，奉主的名，酗酒的灵，离开，现在你就给我出去，这样。你怎么进来？你怎么出去？这样。然后就这样子祷告，突然之间在当中有一个老人家就偷偷摸摸着拿着他的那个包包，就这样把骨这样离开了。后来那个在门口那边的同事说：“哎，阿贝，你干什么？”啊，那个牧师说：“酒鬼啊，要离开这样。”那我就是那个酒鬼啊，我要。他说：“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，就这样离开。”哇，有没有人跟他排队？第二个酒鬼，第一种，第一种，看到很多酒鬼在慢慢的在那吐吗？因为牧师很细啊，米酒的，高粱的，高粱派，默默的，大家默默的离开这样。哇，那也真的是蛮好笑。哎，卡伦哥嘞，我在服侍的过程中，我有一段时间都是在服侍年轻人哈，然后我就有一次就带年轻人去参加营会。我参加那个营会，就是台湾总是会在暑假都会办很多的那个年轻人的营会，然后你去办的那去参加那个营会，它就是有一个阶段就是要渴慕说方言哇，然后我的年轻人大概十个哇，他们都在那一场聚会哇，都得到方言被圣灵充满了，这心就很感动啊，因为这方言真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很宝贵，超宝贵，超级宝贵。我说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 ，Thank you Lord， 方言都出来了 ，Thank you， 对，我都自己都讲了 ，Thank you Lord， 然后我们就大家彼此分享，就聚会完毕，我们就围圆圈，就大家彼此分享啊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最后就说。哎，那个，请某某某，那你来带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感谢的祷告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手牵手，然后他就看我，然后他说：“现在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现在，为我们刚刚领受到的这些方言，我们献上感恩。”现在哦，我说：“对。”然后他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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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方言到底。他就用。方言刚刚得到，因为我们当得到方言都会单音而已，他就在那边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全部人就叫我说你用国语来打，不能说方言啊。对，我就说献上感恩啊，哎，我全部都要方言，然后他就祷告就哒哒哒哒哒，所以那个是我们在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哇，真的很好笑，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单纯的年轻人这样。对，就是生命悔改很宝贵。我还有第二个方言，那时候我们刚到教会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方言，然后那台上的就说哎，我们一起用方言来祷告。哇，我就想说哇，方言到底是什么，然后我就听到旁边那个，就台上说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然后台上的声音就是说咻咔啦吧，然后旁边那个就说亲爱的耶稣，感谢你。然后国语之外，客家人也出来了，对，哈嘎岭哎，原住民的在那边也有啊，就马萨罗，来吼，这个都是很单纯啊。
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刚到教会的这些慕道友，他们有时候单纯，然后你要他做什么其实他就做什么，所以刚刚我以前牧师讲的那个就是可以对话，我觉得也是很厉害，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、啊、没错，后来我那个50岁的年轻人、还有故事还有继续啊，对，他就后来就真的悔改，我们他就上一连串的装备课，哇，那他真的很感动，我们也是一样手牵手，这样围一个圆圈，这样大家都哭到这样会啜泣、哦、然后他就开始祷告，我们请那弟兄来祷告，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葡萄干。喂，树干啊，树干啊，葡萄树，他就讲的原住民嘛，原住民比较、那个词汇比较不会那么对，比较单纯一点、啊。本来是啜泣，大家开始笑，然后我们都是一粒的葡萄。一粒的葡萄，真的、哦，真的，真的改变的每一弟兄姐妹就是这么可爱。对，好 ，OK。讲到那个，讲到单纯了，我就等一下，就是那个 ，OK。加嘛，加嘛。因为刚开始人进到教会，对，都要受洗嘛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教会就在外面那个溪流边那边，OK， 就溪边那边受，哎，溪边呢、啊，然后受洗这样，因为水流比较大一点、啊， yeah. 然后啊，我们就在那边受洗啊。然后因为那个弟兄，我要为他受洗，有点害怕这样，抗拒，很害怕这样，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，后面这样，往后倒，对啊，通常都往后。然后我就看到他，我要为他祷告，我说奉耶稣的名，三位一体的神，然后这样，我就怎么按他就按不下去，僵硬，抵挡，抵挡。我说你柔软一点，你就往后，我会帮你。他说不是，我不会游泳，我不要往后面，我不可以往前面，他就自己往前面这样打。哇，你看吗？受洗我有听过一个了。哦，他们也是要去溪边，他们去勘察定洗的时候，溪边是有水的。哦，结果那一天去的时候干旱。哇，过了3年是吧？在干旱之地要看见神的荣耀啊！然后他们也是要受洗。嗯，怎么办？没有水啊。对啊。他就看到有那个脸盆。哦、哇，那一般我们如果当牧师的话，我们就从头浇灌，死一下，没有，他叫他趴下，跪在那里趴下，头进去，然后浇灌，就这样洗，像洗头似的，洗头整个头就对了。他说温度可以吗？对，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就还是有很多趣事。那刚才讲到就是有关牧羊或关心的这种，那有没有在服事上遇到了什么事情这样子？辉哥好像有，就是我刚开始出道了，不是？我刚开始就是成为传道的时候就被邀请参加一个丧礼这样、哦，然后呢就是要那个什么勉励啦，慰词啊，哦对，自慰词不是勉励啦，要加油，我不是这样吧？哦，自慰词啊，勉励，哦卡特不要乱引导，然后呢那个是很严肃的那个丧礼、那个丧礼场那个场，对，然后就上去这样讲很感人的信息啊。今天张妈妈离开，我们真的是带着被爱的心情，差一点流眼泪啊！那时候他们起来真的，但是我就看台下的人，他们都没有反应，这样，而且好像都傻眼，这样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讲得太好了，这样，所以我就讲完了，我就下去，这样。当我下去准备要坐下，我就看到我的牧师的眼睛一直瞪着我，我是不是哪里讲错了？所以我就很忐忑的坐下来，坐下来就告诉我说，那是李妈妈，张妈妈。难怪我就在想说怎么没有人感动，搞错了。所以我之前听过有一位牧师，是不是你？应该就是了。他在东部哎。哦，东部啊。他也是这样子很赶忙的，8点多就穿着衣服啊，因为他那一天有2场，所以他就赶快先去一场。他看到外面就大家都在准备这样，他就很急的就赶快先进去，就一连串的那个仪式啊，慰问啊这样。然后他就想说，也还是要看一下他的那个嘛。在那个张扬脸部的部分，脸部的表情，还没有到，只是去慰问而已。这样他就打开，怎么不太像那样又放，就一直到结束之后，他走出去，然后后面那个隔壁而已，去错地方，不是，这里的，他已经在，所以他那一天又多了一场。
讲到那个最后表情的部分，我也参加过一场。那时候我是主理嘛，主理弄起来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感动。让我们每次丧礼的时候，后面都会有一个影片，不是吗？哦，他的一些照片嘛，而且都会放音乐，很感人的音乐。对对对。然后就在讲完之后，就下来就是要瞻仰仪容嘛，原住民怎么讲？最后表情嘛，看他的最后表情。然后我们准备要起来的时候，刚好那个音乐放到什么，知道吗？吻别，我和你吻别，哇，没有人，这个太难了吧？我们还要吻别，哇塞，瞻仰仪容就算，瞻仰仪容就算了，还要吻别，那个相约在竹里啊，不是刚好放到那个，他那个应该是他的俗语，他的俗语比较里面的教诲。后来他们的家属是说，那是那个往生者最爱的一首歌。哦，你那时候在场吗？我在。难怪你们觉得似曾相识。同一场，同一场，同一场，同一场。真的。哎，不是还有那个阿卡贝拉的？哦，那个要去到部落了。哦，好，然后他参加晚上礼之后，哎，差不多是这样，然后就一个特会这样子，啊，原住民的那个特会这样。啊，台上在带敬拜这样，啊，所以整个乐团很荣耀嘛，对啊，就在弹这样，然后已经到最高峰了，圣灵大教官，他就说我们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呢，请就这样，路亚，哈利，哇，整个音乐很荣耀，对对对，然后开始哭，开始哭，悔改的悔改，被圣灵浇灌的浇灌之后，然后敬拜者就看到大家的反应很被圣灵恩膏，他说那音乐停下来。哇，唱阿卡贝拉，然后他就开始阿卡贝拉。你说那个敬拜团不知道的意思就对了。不是，是所有台下的弟兄姐妹在唱阿卡贝拉。他以为是方言呐，而且台上还没有音乐哦，你就听全场在那边阿卡贝拉，而且比哈利路亚的恩高还强。哇，是吗？你确定恩高？你确定吗？那是在泰雅族的部落。上一集的，上一集的66，对，66的部落，66的六，哇，对，卡那个，这个我就真的没有这种阿卡贝拉的恩高，阿卡贝拉的恩高是没有了。对对对。然后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当然我就说我过去是服侍年轻人嘛，然后就会安排他们收奉献啊，然后为奉献祷告，然后就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就很单纯啊，他收完奉献之后。然后我们就请某某某来祷告，这样说：“亲爱的耶稣，我们在这里奉献一点小意思。”你是各位上帝，请你悦纳。小意思，我们大家都在笑，什么小意思？所以我好骄傲，不是？为什么你的年轻人都这样子呢？我们需要给年轻人犯错的机会，是吗？知道这个小意思不能讲。他下次有没有改？没有，他就这是我一点点的心意。然后从此之后他就离开教会了，被你灭了，被笑，他就迷失了。因为他一祷告完，大家全笑嘛，他整个自尊心不敢再祷告了，自尊心啊，从左边换到右边啊，就离开教会了。好。那我们刚刚就是提到就是在服侍发生的事情嘛，那有没有就是你们最令你们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就是例如说好像我之前有听到就是赶鬼啊，像牧师们你们有没有那种赶鬼很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哦，赶鬼哦，对，有一天凌晨3点接到一通电话，对，他们就说有一个被鬼附，然后那个他们看到的景象是那个人感觉是用飘的，是人哦。走路非常轻，这样啊，凌晨3点我接到电话，但我们都知道嘛，黑暗就是犯罪的时间啊，撒旦游走的时间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早上再去，好，早上再去，大概啊快天亮5-6点我就准备一去，好，其实也不用太多祷告，因为天一亮他们就没有能力了，我就奉主的名把他带到楼上开始服侍他，可是到中午都没有结果，是哦。赶鬼不容易，赶鬼非常不容易。对，那如果你要说彰显的话，那真的哇，太多了，太多。好，就有一阵子，我们教会其实年轻人，教会有一些神迹的发生，所以那个年轻人回到学校之后啊，他们就看见有一些学生的举止怪怪的，举止，
还是苹果，行动，行动，举止，行为举止，行为举止，对不对？苹果类，都是放在嘴巴那个，举止在这，难怪怪怪的，真的怪怪的，对对。后来就找我们去，我们就去到学校。有几周的晚上全部都在服侍这一类的。哇、wow. 那真的是为他们祷告，有那个什么三太子附身的、啊。哇、wow. 女生哦。我跟你说。全部的人抓不住。哇、wow. 因为他有脚是踩风火轮啊。长得是女生，可是讲话像男生。哦、oh. 就不是尖尖的那种。对，然后你抓不住他。嗯。然后同时间旁边又一个已经在地上这样 S 型了。哦，那么多个哦，就那一天很多在彰显，哇，对，那我们就分批在那边祷告，其实很，哎，赶鬼很不容易，对对，很多很多，其实赶鬼是真实的，对、哦、对对，那这个赶鬼过程当中，真的要求神保守，嗯嗯，对对，这就不是玩笑了，对，这完全笑不出来，这不是去世。刚我很想讲一个，不用，就是刚没有，刚那个慧贤哥说抓不住，可是以前有一个广告口令卡。他抓得住，所以我们以后赶鬼要带口令卡。这个有点广告嫌疑。口叉卡。那有没有就是在外地服事的一些事情啊？哦，啊、外地就是短宣什么的。我去过中国大陆嘛，去那边短宣啊服事这样。多短？你知道非常短，大概两三年吧。哦，我最。你知道那边的生活环境跟我们。这边的习惯不太一样，特别是他们的厕所，哇，厕所很高级，很高级，自动门，没有门，天国的门，没有门，而且呢，有隔间哦，但是隔间这么矮，这么矮，然后那一天刚好上课，我就一直忍，因为真的我希望他们上课之后我再去上，然后另外一个老师去上课嘛，所以呢我就。但他们都没有，都在上课，我就还没，就真的受不了，就蹲下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躲啊，就在那边在等，没有人进来。突然之间，两三个学生进来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带雨伞了，就没有什么可以遮的嘞。他们都没有那种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的那个什么隐私这样，没有，在那边蹲下来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他们在那边边聊天边上厕所，就在隔壁这样，哇，真的是印象深刻。我一个，他们刚信主了哈、哦，没有，真信很久，要不然他怎么还在伊甸园？但是后来是上天堂了，已经信主之后了，上天堂了。所以其实在外面短宣有很多生活环境、文化背景不一样，很大的挑战了。真的。哎、欸，慧贤哥有啊？大陆的讲过，我讲一下非洲的。哇哦，肯亚、奈洛比，哇，那真的也是很贫穷的地方、嗯。对，那就是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环境。那有一天我们就是。除了服侍他们在医疗的部分呢、啊嗯，然后去教会这样，讲道、然后跟他们有一些陪伴。那我最深刻的就是去到他们家，然后我们就参与整天他们的生活行程，譬如说，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孩子都不能念书，因为他们光提水来回就4个小时。哇，水井很远啊，水井很远，嗯，挖了一口井。他们为什么不住在水源附近？他们是有人去那里挖井，那边的井是水是干净的，其实附近都有水很脏。哦，他们就为了取那个干净的水，孩子就失去他读书的时间、嗯，然后就跟着妈妈这样去来回。我们也是这样一个早上走，我们还算近的，我们走了40分钟、20分钟。哇，提水、哦，我们没有走到那个两个来回4小时，就这样提水，大日正当中。哇，那在井边很热吧？在井边就遇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。哎呦，还有那个故事就在我的心里面浮现出来。对对对，这么好，还看到耶稣。对对对，然后就问他说：“你有几个？你现在丈夫还不是你的？”对对对。然后提完水回来哦，就开始要做家事嘛。嗯。对，那做家事以前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清洁用具，嗯，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很天然的。就叫做牛粪、嗯、他们就用那个牛粪开始铺地板跟墙壁，
哦，我们就下去铺哦、嗯，我们就真的下去铺，就一坨一坨这样，然后还有草，对，哦、牛出来的都有草，我们吃就这样挖然后弄，好结束好了，好他就给我们下一个工作，就开始吹吃饭，没有，你饭还要自己煮、哦、你就要开始切那个菜，因为他们的菜很宝贵，嗯，要切很细，哦，然后刀子又不利。就要拿着那个手这样子切，哇，在手上切就对了。欸、这重点是什么？这样，我上面还在拿牛粪。哇，没得洗啊，没得洗、啊。我们只能这样，原来的水这样洗。这边牙缝也是，指缝都还有。然后我们要这样切，然后心里面就想啊，这待会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加菜。待会我要吃，就真的是这样。然后再煮一锅那个乌咖喱，就是真的生柴火这样煮那乌咖喱。然后那个有一个他们只有一个房间比这个讲台还要矮还要小，嗯，他大概他的三分之一就是整个家要住，嗯，好、哦、煮饭在里面，睡觉在里面，接待客人在里面，很贫穷啊、哦、哎，然后他就这样哎煮菜的时候就把那个炕就放在上面，然后柴火这样生，整间都是牛粪味，烟味加牛粪味，哇，哪受得了啊！其实短宣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状况，所以鼓励每一个年轻人有机会的话，真的可以去做一些到偏乡去帮，可以体会一下，真的才会看得见为什么耶稣爱这些人。对，就不能只待在舒适圈的。对对对对。哇，所以其实牧师们也是去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服侍这样。对。哇，那你真的很不简单。那但是就是。那你们有没有曾经遇到很最大的困难，或者说甚至到很难走下去的那个地步啊？嗯，我觉得牧会最困难的，就我而言啦、啊，可能就是带人的部分。嗯，哦，带人。那我比较多一点在带年轻人。那曾经有一个年轻人，就是直接在我车上就跟我说：“哎，那个我不想在你们教会了。”嗯，然后那个很难过呢，我带他也就带很久啊，嗯，给他也是很多的付出啊，嗯、他就说我不想来你们教会，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这样。那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牧会很多都是人跟人之间那种亲密的互动的关系。嗯、那真的对牧者而言啊，我在你们身上付这么多，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建造教会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做带人这件事情是比较不容易的，比较辛苦的，对，嗯。那卡特哥咧，辉哥是带人啊，那我是觉得我也是人，可是我带的是团队，觉得团队这个部分是、嗯、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团队能够帮助你行各样的事工，那个是还蛮难、嗯、因为你团队没有建造起来，你就变成是24小时你要面对，或者所有的事你都要自己做、嗯、如果团队建造起来，所以对牧者来讲会比较精神，我们就可以专心的来分享信息，去关心弟兄姐妹。那如果没有团队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辛苦。嗯，是，对，我觉得是我比较 care 的，或者比较困难的在这个地方。对，慧贤哥，带教会一定就是因为呼召嘛，嗯，跟着神的意向，哦，所以我对我来说，因为曾经经历过，那就是很深刻的部分。嗯，哦，当教会在讲一个意向，然后带弟兄姐妹要继续往前的时候，嗯，哦，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大家都知道都是为教会好，嗯，对，哦，但是为教会好，每一个人的认知啊跟做法其实都不同，嗯，我觉得这个做法都不是重点，嗯，可是却很多的人比较在意的是，要怎么做，嗯，哦，要跟着谁做，嗯嗯，哦，以至于 有一段过程，就是整个教会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就分裂，哇，也不到分裂，就是有人就离开了，分别为圣。对，就采分流制，就采分流制，刚好就自动分流。对对，自动分流塞掉了。他们超前部署，超前部署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有一些人离开，那你看我们事工就加重。嗯嗯嗯。对，然后财务就有一些的压力、嗯。哦，这都是相对的，所以对我而言，有曾经这样经历的辛苦啦。嗯。好，哦，那当然，刚刚前面的牧者这样子分享的，都是我们很深刻的体会。嗯，对。哇，所以其实真的是总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，可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不容易环境，或者说你看我们这样看，其实真的听下来，其实牧者他们要面对很多的压力，或者是有要承担整个教会的那个责任在自己身上，嗯，可是为什么这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可是为什么你们会愿意
坚持到底，然后不放弃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嗯，其实就是刚刚在讲一堆，就是笑话嘛。嗯，对啊。也不是自娱娱人，也不是拿人家来当笑话。嗯，其实每一次服侍可以看见一个生命真的改变。嗯。好，从过去的样子，然后到他现在，他觉得他很幸福，他很快乐，他很健康，就会让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，找到第二个这样的生命，第三个生命。对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要为着这样的心来服侍，对，然后我才有那个办法坚持下去，好，感受神的心去服侍这些人。哇，是的，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啊。对啊，刚刚在谈的时候我就觉得，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或者什么，可是我是觉得一个人生命的复兴才是我们牧者觉得最甘甜的时候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不是教会大不大，有钱不有钱，是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之后，那个才是真正值了。对，就值得。其实就是圣经有讲到嘛，一百只羊一只羊迷失的那个，我觉得那个故事也是让我们去思考，就是真的我们是为了一个灵魂，一个灵魂，你都是牧羊这种的灵魂，灵魂，为了一个灵魂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坚持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啊！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成为很有钱的牧者或者什么，而是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富足。嗯，对，所以辉哥了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就对得起那一次跟神的约定。我觉得那个呼召是一直放在我们的里。你说没有想过放弃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对对，有没有想过要离开？有啊，对啊，每个夜晚。对对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每次想到那一次跟神的神圣的会议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要坚持下去，因为有一天我要交账，交账，也因为这个交账，所以我觉得虽然有许多的不容易跟挑战，做牧者真的是要面对很多很多。你要处理自己人的问题，那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去调整你的情感、你的情绪，因为毕竟你的呼召的位分是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做牧者不容易啦。而且又很孤独啊，怎么独？孤独啊，孤独，孤单啊，孤独啊，孤单。对啊，会没有人了解，因为那你们站在高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住在北半球啊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牧者可以到如今哦，我觉得我要邀请每一个。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常常为你们的牧者祷告。对，寻求者虽然他的身份是牧师，但是他也跟你一样拥有很多自己情绪上的问题、感情上的问题、家里的问题，很多很多的要经历到的困难。所以我要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在哪个教会里面，我要现在要奉劝你要好好的为你的牧者祷告。那希望每一个教会的牧者也能够一起建造更多的团队。那团队要更多支持牧者，然后支持牧者所领受的意向，我让教会在每一个不同的领域里面能够为主发光、做盐。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谈话谈到这边，我想有很多的牧者你有可能有许多的话想要分享，想要跟我们提供你自己的看法，那我也鼓励你在我们的视频下面留言。那如果你有希望有一些的反应，我们也欢迎你把你宝贵的意见也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邀请你来订阅我们的节目，然后按赞分享开启摇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